好早。我眼睛都打不开。你知道他给我几双筷子吗？他给我三双筷子，我晕了。他居然给我三双筷子，绝了！给我三双筷子，有点夸张。对呀，昨天晚上不说要吃早饭，确实有点多。就是现在有点困，吓我一跳。对啊，我真的在吃饭。这么早应该没有人直播。顺便，这是第一顿啊，这是那个就是吃饭 flag 的第一顿，对，我现在有一种要拔旗帜的感觉，看，这个是，没有，就是吃那个开播仪式，笑死。就是要答应大家要吃17顿饭来着，对，这是第一顿，是的，上次跟大家讨价还价说的17顿，嗯，哪里最少，这个哪里少，捡个彩蛋，好的，这里有个隐形彩蛋，哇，谢谢另外的皇冠，谢谢你，这是第一顿，是的，嗯，对，是啊，17顿，这很。没吃饭吗？大点声，是还没吃。我不是吃午饭，这是早饭。看这个是虾饺。哎，我感觉吃早餐很容易吃饱的。嗯。午饭不播了，吃完这个，我觉得我可以撑到晚上了，真的。好吧。吃这么多，中午不吃了呀，肯定不吃了。哎呀，他怎么有个粘着？因为叔叔肯定吃不下。因为就是现在离午饭时间太近了。你昨晚没吃晚饭呀？蛮近的了，等我吃完就10点了，不是吗？是吧，挺早。我也有个疑问，你们都不上班上课的吗？在划水啊，在摸鱼。啊，还是要好好工作。对，不上课的可以看一看，上班的就。
哇，这一盆绿色是不是看上去非常的就是对眼睛很好？对，就是这个是红米肠，这个是酱油。感觉一个人确实有点多。有啊，这个哼，我这样不讲话是不是？哦，谢谢，谢谢五 C 的浩瀚星海，好，科二加油。谢谢四勇的飞书传奇。你们吃早饭了吗？陈俊是生菜是熟的呀，还没吃就点个。谢谢小羽毛的好安心啊，是不是这么早真太难得。说实话，这是我偶像生涯最早的一次直播。真是久久的好安心啊。点进来肯定很奇怪，就是这么早放弃在直播，这么早放弃居然在吃东西，这两个就很奇怪。吃虾饺，没睡醒。吃早餐不是吃宵夜。是真的。不是，并不是带起直播内卷，不是拒绝内卷。哼，以为是凌晨没睡醒。这个生菜好好吃啊，哼。
对啊，是点了一份生菜。我下面还有一份奶黄包来着，我怕我吃了我就吃饱了，等我再吃。我是吃的挺多的，说了很爱吃饭，早起吃饭了都已经。打破偏见，哇，你居然起来了耶，厉害哟！我觉得现在醒着的学生党都很不容易，暑假嘛，大家都要睡懒觉，起那么早干什么？工作党也很不容易，在摸鱼吗？不是生物钟改了，难得今天，嗯。没有通宵，我还是睡了一会儿的，但是我昨天晚上失眠了。很努力工作中听直播，只能听到我吃饭的声音，咕咕咕咕。谢谢林夕的好安心快。为什么失眠了？不知道，就翻来覆去睡不着，还吃大声的，要求还挺多哈，能吃就不错了。没有，就只睡了两个多小时吧，应该没有做，应该就是也没时间做噩梦。当然记录吃播次数了，我专门标了个一呢。嗯。困了，有点困。我先吃东西，然后等我再干一杯冰美式，我就不困了。去网吧收东西，不喝那么多就还好。我总选的时候也这样试，我先吃饭，然后。在喝的冰美式，就还好。嗯，对，证明不能空腹喝冰美式，不然会心悸。哼，对啊，忘记吃东西了。你要不要来我房间吃一点？我一个人吃不完，有虾饺，还有红米肠，还有生菜，还有奶黄包，要不要来？我房间没有人哦，是吧？来嘛，他给了我三双筷子。
不理我的奶黄包。在来的路上，快刷个牙就过来了。如果这个点还在看我直播的小偶像，可以来我房间吃，不好意思说话的那种。我房间还有冰淇淋，虽然这么早也没有人想吃冰淇淋了。他去医院了呀。豆浆的放冷，习惯下次。我还可以再吃一点酸菜。我等会就把剩下的打包到奶黄包房间，哼，给他当午饭吃。应该没有空补觉，等我要收拾东西。有荤菜。虾饺算不算？一个人确实有点多，一个人点两个差不多了，我觉得。点一个虾饺，点一份生菜。因为生菜是我唯一爱吃的绿色蔬菜，嗯，你说这个吗？这个我就不爱吃，我也不知道是什么菜，油麦菜还是什么？这个病病太厚了，那是红米肠里面的青菜吗？菜心啊，哦，知道了。没有啊，生菜很甜哦，特别是沾了酱油以后，怎么会苦嘞？哦，酱油是甜，但生吃也不会苦啊，煮一下怎么会苦呢？
我不。吃不下了。没有，我就是把那个就是放进那，就是放一下。对，人家虾饺可能比较害羞，不想出镜似的。确实有点饱。对啊，有没有人想吃？我点多了。你们想吃啊？来。啊。吃不到。我自己吃吧。帮我没止渴，吃累了，谢谢你的星光耳坠，好累啊，吃累了，什么东西呀？我吃饱就行了，你没有说一定要吃完。好，拜拜。是吧？我早饭吃的挺多的，嗯。我真的吃饱了，嗯。谁有播啊？一顿管一天，不，到晚上肯定就会饿的。哼，拿什么赌？我今天不会吃钓鱼烧的，我才没有一天一个钓鱼烧。也不吃可爱的。Hello。
再吃一个奶黄包，吃好多耶。还有，对，两个吃不下，真吃不下。我刚吃那么多生菜呢。我看着他就饱了，我晕了。奶黄包，奶黄包本人在这里。谢谢李一的浩瀚星海。哇，确实有点噎到。没关系，我可以就是分享给别人吃。你看这个。这里面不错，确实。还吃馅，那怎么吃奶黄包？是吧？这馅还挺多的。嗯。我可以只吃馅吗？皮太厚了，这个奶黄包皮真厚。哼哼，因为我吃饱太卷了，没有，我吃个早饭，嗯，笑死了，黄姐一直在跟我说太卷，太卷。我跟她说，我说我今天要去拍照，她说太卷了。我之前跟他说我要跳性感歌曲，他说太卷了，被我卷着。你要不要吃啊？我这里还有虾饺跟红米肠，我可以给你送一点过去。我为什么？我不是啊，没有卷，我晕了。笑死！吃累了。你不饿？好吧。你是不是看我房间，然后看见我在直播？吃好丰盛也太卷了，我跟你讲，从此要卷变成王星口头禅，太卷了。
王心凌像蛇一样太卷了。口红都被我吃没了。什么东西啊？哎，补个口红吧，太卷了。这可能很难。这可能很难。这是我流鼻涕，我晕了。谢谢啊 ，DDY 的，浩瀚星海，谢谢。没有感冒，哎不对，我应该开始喝药了，吃饱了。谢谢的奶茶。喝药了，开始喝药了，喝完药我就关了哈，加油。喝不下，好撑，我感觉我喝不下。没有，很久没有吃那个手腕的药，他的冰的都化了，怎么办？他冰都化了，他的冰都化了。谢谢你的奶茶。好难喝啊，太难喝。苦到说不出来话。买都买了，喝掉吧。
谢谢凉粉加记忆的礼物，刚刚真的苦的说不出来话，太苦了。晃了一眼，还没喝掉半杯，我晕了，难受吧？刚喝的，现在啥也不想喝了，现在只想喝水。算了，喝完了，确实有点困。没有，这个是小杯的，这是中杯的，已经很小了。苦的说不出来话，太苦了，太苦了，苦的说不出来话。因为我开了灯，
真的，我也想吐。这确实是，因为刚刚在喝冰美式，太苦了。对，没有拉开窗帘。你快去睡觉，不要看我直播。我等我30的时候就关了啊。好苦，好苦，太苦了。我真的很早就睡了，但是我睡不着，我还没有躺，我只能吃健胃消食片。谢谢牛奶茶。好吃啊，健胃消食片，它起码是甜的，太苦了，对，吃完了。山楂味，有糖，但是很远，我要去拿，不想动。后面也是太苦，晚上不知道不，不是太苦了，好苦啊！太苦，真的太苦，把我给苦懵了，也有点困。谢谢，谢谢小小说的皇冠，谢谢。不睡了，我东西还没收完呢。
领导在对面，你还看？快点去工作。对，睡了冰美式就白喝了，对，不能睡，睡了马上肿回去了又，冰美式白喝。当电台那怎么发弹幕？对，真的，睡一觉又肿回去了。真的。不过好像是哈，今天好像看起来好像还好，但是眼睛是肿的，真的，我的眼睛是肿的。脸好像还好，好，把个弹幕再盖回去。双眼皮啊，就这边塌下来，我贴了，但是感觉撑上去了一点。嗯，让他放首歌吧，《天猫精灵》。我在，你说。放一首够钟。主人，你想听什么？天猫精灵。我在，你说。放一首够钟。这就为主人播放。听懂了。好的，够钟。因为太苦了，我这难受呀。吃点口红。吃没了就补一点。好看吗？早吗？现在也不早，10:30了。一日之计在于晨，知道吗？那不行，不能每天都起这么早，那起不来。好苦。
两个猫太亲密了。对，我听猫经理说。我在，你说。没叫你，你继续放歌。我在回答大夫。这个时候挺敏感的哈，平时叫你不听，无语。放一首别的吧，天猫精灵。我在，你说。放一首《眼红红》。这次为主人播放《嗯》的《眼红红》。对啊，因为我小时候很喜欢听粤语歌，好上班加油，我可以播到四十，但四十一定要关。主要是在打哈欠，打我眼泪都要出来了。不能休息，我等等就要出门。对，现在这歌很适合我，眼红红。这歌很好听。我等会如果流眼泪了，就是因为太苦了。没有，是因为打哈欠。还好吧，不是很红的。对，美女落泪。好，你去开会吧。他现在老给我单曲循环，天猫精灵。我在，你说。放一首《他不准我哭》。这次为主人播放邓丽欣的《他不准我哭》。FM 93.5。艰险的相声，以前他会给我推荐别的歌，现在就只会单曲循环。Thank you.
歌名了，神经病。我现在好像这个表情，还要张嘴是吗？对。没贴睫毛，就是自己夹的，夹翘了而已。这眼妆确实不错哈，真的想好。我没有转移话题，这歌词对。你别个抛弃不依赖到，然后别别个抛弃不痛，这显得远吧。不想喝药，刚喝完药。他好像给我放别的歌了。看来他在听我讲话。这什么歌啊，没听过。对，变懂事了，偷听我讲话。那女孩子本来就是要热心一点，对吧？先显得远吧，两个人讲话。你放一个别的吧，天猫精灵。你好，主人。放一首《感激遇到你》，是叫这个吗？什么？天猫精灵。我在，你说。放一首《感激遇到你》。这就为主人播放阿西的《感激遇到你》，是叫这个名字吗？听上去不像。哦，是这个名字，不记得了。
只爱你。Baby, I love you, I love you every day. 给你们安利粤语歌，大早上。再见，更改遇到你。放完这首歌就关了。关了我。我再看一下。好，拜拜，拜拜，工作加油。拜拜。晚上也有可能会直播，也有可能不直播，到时候再说吧。早点休息，干嘛？现在是早上，现在是早上，怎么早点休息啊？笑死！拜拜，好好工作，是的，拜拜。我有一种要早起工作的感觉，但我不是工作，对，我应该放松一点，是。舍不得，不许说晚安，现在是早上，对啊，等我躺上去，我睡着了，那不行，对，好，拜拜，关了，拜拜。哎，不行，啊，谢谢你的喜鹊闲置，最后要说，对，走选之前立的 flag， 哎，对。年初还是，今年年初立的 flag， 就是今年就是如果就是哭了十次，对，然后就直播吃饭，然后后面就是确实也哭到次数了，然后就哦去年年末对，然后就是直播吃饭，今天是第一顿，是的，就是不连续的，就是想起来吃就吃，然后。一共要吃17顿，这今天是第一顿已经吃完了的，还有16顿。好，对呀、截止时间是今年的圣诞节之前，对，本来是说直播吃一周的，但是我没办法连续吃一周，所以就分开了，然后分开了就多加了几顿，是的，对，好的，我说完了，那我们第一顿就这样顺利的结束了，耶、好，就这样，
拜拜，谢谢大家看我吃饭，拜拜，就是下次还会有第二顿的，一定。好，拜拜。